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平玉。喜欢经营模拟游戏的玩家跟喜欢看电影的粉丝们有福啦！现在有一款游戏呢，将结合策略经营跟电影的元素，可以带来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哦。想要成为电影大亨吗？赶快一起来瞧瞧吧！全新推出的手游作品《王牌制片人》是一款以电影为主题的经营模拟游戏，玩家在游戏中将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，目标就是不断拍出卖座的热门电影。当然有时也会有拍出肥皂剧等烂片的时候，但置身体位当导演的起伏跌宕也是游戏的挑战与乐趣。游戏中也有许多的艺人和电影明星可以让各位制片们来选角，这些熟悉的脸孔你认得几个呢？不仅如此，还收入了海量的剧本内容，类型更是丰富多变，从爱情、校园到科幻、武侠等等都应有尽有。每个艺人的专长和特色都不一样，找出完美契合剧本的演员才能发挥百分百的效果，甚至有可能一个好演员就撑起了整部电影。当然这样还不够，玩家也需要进行电影的宣传和推广等等，来提高观众对电影的期待值。有了旷世剧本、知名艺人、策略宣传和高期待值，离大卖电影也就不远了。喜欢电影想成为电影人的玩家，赶快拍出属于你的高质量电影进军好莱坞吧，赶快来下载拍大卖电影吧。